吃哦。这个拿在这里。阿伯，我有冰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啊，你有卖豆腐花吗？有豆腐花吗？我问你这么，你敢不敢讲？你有卖豆腐花吗？我要一碗可以吗？啊，快点啊！啊，一碗。一碗。啊。那边站到你。快点哦，肚子很饿了哦。豆腐花好了吗？要好了啊！快点快点，我肚子很饿了。豆腐花在那边。豆腐花在那边了吗？是啊，昨天也是在那边，昨天也是在那边炒鸡蛋。炒鸡蛋。哎，我的豆腐花嘞，不是炒鸡蛋啊，我要豆腐花。要豆腐花就赚了。豆腐花。啊，豆腐花。没有呀，要上来。豆腐花。怎么你又拿回去我的豆腐花嘞？怎么这样慢的你？掉啊！好了啊！怎么又回去？有骨，卖豆腐花怎么有骨？快点，我要吃了豆腐花！快点啦！啊，好了没有？啊，好了，拿来。啊。哦，阿婆的阿婆。不要吃，我们爸。我好我聊了。你好，我聊了。啊，我要那个什么，我要炒鸡蛋，有炒鸡蛋吗？哎、甜会甜嘛？太甜嘛？你有炒鸡蛋吗？啊，我要一点啊。你炒几粒？炒几粒鸡蛋？你炒几粒鸡蛋？几粒？两粒五粒。哦，两粒五粒加起来七粒啊。要。我要。哎，我呢？我那个。我那边做什么？炒鸡蛋。啊？盖住什么？我要吃鸡蛋呢。啊。鸡蛋好了吗，老板？好了。好了，没有给我的。太傻嘛！你喂我吃啦！你喂我吃了。原来你手痛啊！哦，没有。没有错。哎，原来妈咪你手痛。你看到自己有没有手？就这样啊。哦，那是咯，手痛。哎呦，手痛。哦，手痛。哎，吃好了，完了，谢谢。洗牙去，快点，我要去洗。你那个阿婆白咖啡。我要阿婆白咖啡，有阿婆白咖啡吗？有。有啊，快去泡一杯给我。一杯。啊，一杯。你问阿婆要吗？你要吗？要吗？你要吗？要。啊。我问你要吗？啊。你要吗？要什么？哎呀，他在本身哪里不笑？好了，快点！好了，没来，给我的放在那边。哎，你收到了啊？没有照顾过。哎，你收到了没？我的阿爸白咖啡嘞。阿杯坐里面来给我的，快点哦，我肚子饿了咯，快点。我水冲凉了。关掉。关掉了。姑娘啊，你问弟弟要喝吗？爷爷要喝吗？弟弟有在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小舅回来了，问小舅要吗？小舅，你要吗？要喝吗？要喝。